不是，我发现你这人，你是不是中邪了？你说一天你老盯着我干啥？你不能干点别的吗？现在都下班了，这满院就你一个人了，来回串啥呀你呀？快出去，我好锁大门呢。你说我事儿没办完，你说我往哪走？齐镇长这么晚不能来的，你还等他干啥呀你？不能来，我就在这住。你说你老跟操什么心呢？你说你搁这晃上一天了，你说你办啥事儿啊？你办事儿啊？我告诉你啊，我要不是来办事儿，就你这个破院，我跟你说，我还不惜来呢。你看你谁请你来的是咋的呢？这不刘能给我逼来的吗？哪个刘能啊？就我亲戚刘能的。咱别刘能刘邪的了，你赶紧出去光锁门呢。我跟你说，你说话你注意点意，就刚才你说完这句话，你整不好你都容易挨揍，你知道不？哎，你这是吓唬谁呢？我搁大院里晃吧半辈子了，还没人敢捅过我一下子呢。那你心刘能是好野的呢？就我这腿脚，我跟你说，我跟他才干个平手。就刘能要是打你的话，基本上一脚就给你定位，你信不信？瞅你说这话，咱谁怕谁是咋的呀你啊？你说这个，你说这个，我还不你俩犟。我跟你说，站起来都三十多。